奇怪啊，这不是赛罗爸爸的马车吗？怎么会停在小迪家的门口？难道是来找我的？但是我今天出来的时候已经跟爸爸说过了呀，我得赶紧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等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小迪家家怎么有一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小赛罗？难道又是贝利亚变成我的样子接近小迪家，趁机抢走小迪家的奥特勋章吗？不行，我必须要阻止这个冒牌货。小迪家，你不要相信他，他是假的小赛罗。你这个坏蛋，你为什么要冒充我？小朋友们，快给他丢狗头，让他现出原形吧。我看你才是假的小赛罗吧，我已经跟小迪家在这玩了很久了，你突然跑过来说我是假的，你是真的，谁相信你啊？就是啊，我才不要相信你呢。你快说，你假扮小赛罗是不是有什么目的？小迪家，你看看我，我才是真的，你千万别信他呀，他真的是假的。算了，走吧，小迪家，我带你去别的地方玩吧，我们走了。不行，小迪家这样很危险，我不能让他跟着这个冒牌货走，我得劝一劝他。小迪家，你不能跟他走啊，他一定是被老黑变的，你这样去太危险了。你这个假的小赛罗，你就别再骗我了，我是不会相信你的，我们走吧。求求你了，不要跟他走啊，他真的是假的小赛罗，你这样去太危险了。算了，我也追不上他们，再说了，他都不相信我，我干嘛还要那样保护他，这次就让他长点教训吧。可是小迪家毕竟是我的好朋友啊，不行，我得赶紧想想办法。对了，我可以呼叫赛罗爸爸来帮忙。喂，小赛罗，有什么事吗？什么？小迪家被怪兽带走了？赛罗爸爸，他们就是在附近不见的，我们找找看。赛罗爸爸，他们在那边。赛罗奥特曼，我们错了，都是我们老大贝利亚让我们这么做的，你们就饶了我们吧。是谁在外边吵吵闹闹，打扰本大王睡觉的？完蛋了，咱们是赛罗奥特曼，快跑！你们两个坑货，也不知道等等我，跑得那么快。